开启摸金模式了。可以分享一下金牌吗？可以给我摸一下吗？感受一下。可以可以。哇，很沉。你觉得这个金牌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？它不光是金牌，它意义不同，是这么多年辛苦还有汗水换来的，就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这个辛苦没有白费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备战的话也是非常辛苦，非常这个就是努力，然后就是在这个擂台上面，只要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出来，我感觉就做到了。我感觉这个金牌很沉，这脖子上会不会很累啊？不会。好的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谢谢。我们对得起金牌，我们应该可以给我们摸摸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觉得这一次金牌跟原来比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一次，我觉得这一次是我的，心情特别开心。因为我们三大队是在杭州一块集训的，每天在训练场上那种氛围那种气氛一直感染着我，就是有时候你非常非常累了，但是你一转身你看见别人还在玩命的训练，你当时那个疲惫感完全消失了。这一金牌，这个金牌跟原来以前拿过的金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比以前重，比以前重，跟以前的设计的也不一样。能摸一下吗？含金量，沾沾喜气。可以可以，沾沾精气。可以可以，比你以前拿的奖牌都重吗？都重一点，都重一点。谢谢。谢谢。